的光辉，45年的壮美，45年的历史画卷，45年的时代丰碑。从开国大典的东方惊雷，thank you.
天上群星聚会，地上群鹰聚会。在新中国45年的历程中，我们有过多少次英雄的聚会？今天“祖国万岁”歌咏大会，就是我们的爱国心和爱国情又一次空前大聚会。